麒麟开过台北。哎，这个刚考到直升机下到就环岛，太屌了。哎，我第一次上路就环岛啊。你是刮的吗？刮风是什么感觉？刮风吗？宪哥继走路环岛之后又更屌了，竟然骑哈雷环岛。哇，其实我也没有麒麟开过台北。哎，这个刚考到直升机下到就环岛，太屌了。哎，我第一次上路就环岛啊。你是刮的吗？刮风是什么感觉？刮风吗？来做路啊，大山耶！美食家，我想买一只鱿鱼。好，他选鱼干嘛啦？什么？鱼啊，鱼很好接。鱼哪里很好接啊？你不要用这样拿，这样拿。你快点，没人教了，快点，没人教了。应该在清楚就让他回台北了吧？是我吧？啊，是你啊。好，我们刚来。那要骑888公里是吧？这一定是脚打开以后。那要用滑了滑，真的假的啦？真，你问他们，你问他们。我们报告，前面一台车都没有。停住了，我们下来了。先让隔壁左嘴心。哦，天哪，腰快断掉了啦！豆哥，豆哥，豆哥，准备好，哦哦，漂亮。那我们今天闯关好不好？好，还要闯关哦。真的要骑888公里是吧？这一定是脚打开以后，那要用滑了滑。真的假的啦？真，你问他们，你问他们。哦哦，切步中，哦，立点，滑入一边去，混混混。阿内，咱的宪兵队啊，这几天都要这样子进出啊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好期待哦，爽，有一种开心的感觉了，好爽哦。刚刚报告，前面一台车都没有。停住了，我们下来了。先让隔壁左嘴心。哦天哪，吃他的米长大了还不认识他。各位，我跟你讲，我们骑了200公里了。哎呦喂，腰快断掉了啦！太帅了，豆哥，豆哥，帅哥，准备好，哦哦，漂亮。那我们今天闯关好不好？好，还要闯关哦。安静，屏气凝神。要不然你第一棒，你第一棒。好，对，你一次就完，把这店买下来，好，送给你。要不？对呀，帮我比一次啦。有三。我万莫牺牲，直接去拍照。拜托，我们要坐摩托车去吗？